王系拳创办人王世聪先生经传凌晨在家中遭到杀害。王天佑先生，你认识这位女士吗？你的血衣是跨过在王世聪身上才有的喷溅状态。我只是想阻止他杀人。除了李燕之外，还有第二个继承人。控制大脑可以对身体下达很多指令。你和王世聪前后两任妻子的关系都特别的亲密。事情不是你们看到的那样。沈泽用这么复杂的手法杀人，除了复仇的动机之外，还有更大的目的需要厘清。悠悠，我们谢谢你。你不但知道街道杀人，还在我们面前装神弄鬼。为他做了这样，知道吗？换作是阿超，他也会为我做一样事。他有最强烈的杀人动机。你以为我会怕他吗？你们根本不知道我为了王家付出了多少。而最完整的杀人手法，让他活该是谁？只需要把杀人的开关打开。